把他们扔给大鱼，当心炸药，可以回头。哎，二连斩，炸到直接挂点了，因为在 A 他就没了。你有脑，你学废了吗？他没 TP 的，速度处理完这波兵线，然后我们回家。更多火药。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现在中对面打野可能会来打这个石头，先卡一个药关，因为 A 了两个药关伤害够了，不要让他闪现过墙，提前闪现 A 他。王者局也用西兰刀加先锋了，这得看打什么英雄。如果高分段打青钢影，我应该是带不灭的。又一个，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因为永远不会乱放手的意识。这叫发什么兽声？我看到他过来的，你们都没看到吗？丢个桶子触发药关，先平 A 他一下，然后再。这个人靠我近 ，A 他一下，先补个兵，再 Q 他一下，要等他盾时间到。他的一应该好，我可以在这里摆一个桶子。如果他一我直接用 Q 大桶子，他应该没有那个打，他应该要开 W， 他开 W 我们就往后靠。他要挂 W 小兵的话，我们就往后面靠。他要一我就用 Q 来抢桶子。因为这是被打断的，一不会，假装往后面走，凯旋回血不会死，假装往后面走，然后再拉回来骗他开 W， 懂吧？就每一个走位都是有套路的，你要是直接往后面走会吃他 W， 你要是往他脸上走，他就会往后面拉，然后 W 也能挂你。你要做的就是利用走位去骗他的这个技能。靠感觉，感觉他要交了就立马回头，要卡他的平 A 距离 W 的距离，你要明白他的技能是什么。高端船长是不是都玩火刀？有机会 A 火刀肯定 A 啊，火刀的伤害是很高的。心安影一脸的时候一定要用平 A 抢桶的，不要用 A 抢，平 A 就会被打断的，我说过很多次，像这波直接开大就完胜。A 他一下，往后面拉，不要 Q 他 W， 然后再 Q 他一下，要 Q 早了，再 Q 慢一点点的话是不会吃那个塔的伤害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先大他一下，然后从下面卡位置。我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。先卡他一个 W， 然后平 A， 他开大，他不开，那就追着 Q， 追着 Q 就行，不用想太多。他交闪就没办法，我还想再拉扯一下操作他，没打。去塔下消耗的。我的妈！有老六，我操！你妈的喜欢当老六是吧？你别后悔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别后悔。什么？我是有。把
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大狗又好，哎，真的有狗啊，有意思吗？学说技能。人们背叛了我。防御塔镀层即将。皎月是小代，他一把皎月都没玩过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如果有一说一，他的这个大招好的有点快，兄弟。哎呦 ，W 差他妈零点几秒，哎呦，气死了！这青钢影也厉害呀，一歪的就直接一闪的。小月真的是小代，这人很厉害哦，老银逼的。我以为他这个是假身，但是我打了个骸骨出来，我就觉得这个是真身。我不知道这边草里面有没有眼。好枪，直接把他敲走了。这都能给我打残了。他们这个皎月如果不是跟青钢影双排的，就是跟男枪双排。他们男枪玩的也不差，这个青钢影玩的其实也还可以。他不像就像他就说他不像这种就玩了六把的青钢影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
打好的。我好像 Q 错了个什么东西。你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不是，我第一时间我要拉开。你们可能不懂我刚刚的那个位置有多危险，就是我的闪现差两秒，懂吧？我的闪现差两秒，但是会差一点点就会被他们皎月给移回去。如果我因为我开大招被拖了回去的话，那这波团也不用打了，直接就进了。我第一时间是跑到了这个安全的位置，然后才开的大招。我刚才的站位太危险了。哇，我刚摁 W 就死了，一个大几百滴血，上路也守不了，老鼠怎么也死了，处理不了我的兄弟们。管得了正面边路线就管不了，管边路线正面就直接全炸。这样子打我没办法打伤害，好吧？我们不打反手的话，他们这样子出我完全跟不了。差点给老子 A 死，那个人又过不去。看他们这个脚也疼，还好没抢到，给老鼠是最好的。太危险了，我打伤害的时候特别急，你但凡慢一点点，他上来一枪就给你搞没了。想抢这个人头，开个塔试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没有去抓他，在追我们。还好我们是。哎，他们就想打我。哎，别跳啊！保护一下我呀，别老想着去他妈的出镜出镜，我都没办法打伤害呀，老出镜出镜，出镜没用。小月可能在这里，这男枪很厉害。没做点，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不是他闪现开跟不了，除非我会飞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说实话，除非我会飞，我会飞我就能跟，飞不了就跟不了。谁上来就晕谁，我可以瞬秒的，这种是最好的。你闪现过去一个 W， 那我呢？我不会飞呀、啊。你飞，我飞不了啊。看能不能拆他。还有，他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我在火中，但我没扫描。还好我平手。哎呀，这个西小丑真的是该死一万次，这个屌人。等我先吃个打火，不然一会肯定死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这多巴小丑真的该死一万次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想把收集者卖了，我的移速有点慢。回来是会变得更强。队友在打呀，不用我来打呀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好艰难的，还好这后面中野发挥了一下。